自己的英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现在在峨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7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来自中国赵岩，蓝方选手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图赫图博耶夫。红方赵岩代表顺眼搏击俱乐部，蓝方图赫图博耶夫呢代表深圳胜利人和。双方上来之后做了一轮的这个拳法的互换。提到今天有很多选手都是来自这个深圳胜利人和或者是 WKFO 这样的俱乐部。最近峨眉传奇为了扩大稳定自己的这个选手输入的这个数量和质量，已经跟全球范围内16家俱乐部达成深度的战略合作。对，他们这些俱乐部会从世界各地为峨眉传奇这个平台上输入更加好的运动员。是的，我们的这个赛事平台呢也越来越国际化。刚才托克多巴耶夫连续几记的这个后手直拳清晰命中赵岩，所以赵岩左手在拉近距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守。我们都知道赵岩也是擅长拳法，这个托克多巴耶夫呢拳法的这个重击能力也相当强。今天的比赛有的看。好，哇，这个后手的迎击非常难度很大，但是非常精准对，非常精准。前手拉开距离的时候，赵岩试图绕过托克多巴耶夫的前手，拉近距离，这个时候托克多巴耶夫拿到这个扑刀，直接塞了一个后手，对，正好打到赵岩的脸上。拳法的造诣相当的高。这个在一个进退之间彰显功力。对，赵岩在进攻的时候特别在动作输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因为图赫图波耶夫脑子很清晰通过前面几次比赛，高扫正蹬，很擅长在对手出拳互相拼拳的时候清晰命中对方。是的，哇，又是这个前后手的直拳，转成后蹬。今天赵岩的压力不小，看，而且图赫图波耶夫在保持距离的时候，这点做的也不错。你看，赵岩的几次主动进攻都落空了，而且图赫图波耶夫还能，赵岩动作落空之后马上进行反击。这个图赫图波耶夫正好后退的这个距离就是赵岩这个打击他的距离，所以说正好都是错过了。距离控制的很好。而且验证了图赫图波耶夫对赵岩动作进攻这个预判。赵岩的每一次进攻都是在试图拉近距离，做一些密集的拳法输出，但是正好的这个图赫图波耶夫在控制距离上，又做得很到位。赵岩的每一次进攻，头两拳都会被这个图赫图波耶夫，判断得很精准，在后撤的时候反击很精准。刚刚图赫图波耶夫接住赵岩的腿，把赵岩逼到这个绳边，然后之后起了个高扫命中。这个再次验证图赫图波耶夫身体的变换能力很强。你看赵岩两拳之后的图赫图波耶夫两拳之间的这个空隙抓得很准。是的，而且我们看图赫图波耶夫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控制得很好，而且前手摆拳在移动自己身体的同时也能命中对手。面部被命中的那一瞬间，这个图赫图波耶夫来了一个反击，也命中了赵岩。其实这一拳打到鼻子上，这个状态是很恐怖，就是说容易一下子失去了一个这个清醒的这个头脑的。身体的判断会受一定的干扰。对，但是这个图赫图波耶夫仍然抓准了第一时机反击。看图赫图波耶夫现在场上显得相当放松。
赵岩在对手出腿之后的这个这一连串的拳法反击啊，还是比较有效果。现在赵岩哇，前手摆拳，再次命中赵岩。对。赵岩今天要小心突破突破耶夫的前手摆拳的迎击。现在赵岩在这个点数上、气势上并不占优势，但是赵岩呢，我认为哈，他属于这个斗志型选手，越遭到这个打击也越亢奋，现在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是的，所以这样的选手就特别需要他的对手来刺激他。在自信心上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哇，再次前手平勾命中。刚才我们裁判啊，这个为什么非常细心，因为看到赵岩因为受到一个正蹬踢到嘴巴之后，这个护齿有脱落的嫌疑，所以马上终止比赛。中远距离的主动进攻，突破突破耶夫的拳法，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有一个。赵岩有几次非常成功的技术运用啊，就是在对手踢腿的同时反击这个组合拳法。对，双方缠抱。双方进入到决胜的回合。图赫图波耶夫的这个侧闪的前手平勾的迎击啊，非常出色。你看，再一次的前手摆拳命中赵岩。对，哇哦！这个挑逗的动作，对，双方像两头狮子一样。是的。哇，一个飞起来的高扫上头。这时候赵岩不要着急，我觉得在进攻的时候不要像前两局那么直接啊，应该做一些假动作的晃动或者是身体的摇闪。让这个给这个图克图波耶夫的前手平勾的这个迎击，包括后撤的反击啊，做一些干扰。这个图克图波耶夫他的拳法真的非常精湛，因为我看他这个线路哈，都是避开赵岩进攻的方向，对，避开他进攻方向，避开他防守的这个手臂。对，绕过他的防守的这个漏洞啊，直接插过去，见缝插针。对对对，接腿迎击，但这是一个对手失去平衡的一个倒地。但是正如东尼所说啊，赵岩的自信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来到第三局呢，我看好像赵岩的这个进攻啊效果啊，相对比前两局来说更加明显一些。是的，而且对手突破突破耶夫的反应啊，相对来说有一些迟钝。突破突破耶夫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前两回合占有优势而松懈自己的态度。对，这场比赛两个选手的态度都是精神可嘉的。这个时候突破突破耶夫还是在迂回当中寻找机会啊，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呢，赵岩的这个就更压迫了，更加主动。但是在进攻出力发力出动的发力的时候，还是要避开突破突破耶夫的这些迎击的动作。刚刚这个突破突破耶夫的躲闪特别精妙。这是没有办法，因为被赵岩逼到了绳脚啊。他可以迅速一瞬间把自己的重心压低，躲过这个赵岩这个拳法。不过多波耶夫在后撤的时候前手刺拳，避开对手的同时还能干扰对手的进攻节奏。不过多波耶夫的打法太小节了。赵岩这个现在逼的也很紧，但是有点像
摸不着对手的感觉啊。对对对，赵岩虽然一直逼着这个对手打，但是打击的有效打击却是特别少。对，有效落点还是稍微。